你是鬼了，是你的亲生妈妈。化疗你跟晶晶相处了真好，是不是会跟晶晶成离婚？叶志成，今日怎干？刚才被晶晴啊叫起来，一个人发现叶志成，咱的苦心的乌有起来，无想到手头一张真好的牌。完了，今日你出现，该安怎做你就安怎做，你讲的是不是事实？要等调查结果出来才会知影。要去叨位啊？我们不要见啊，我们想试一下。 就将见面啊，去做医生，我就感觉大心的囝。你来阿杜咪的声吧。张教授，那你在多好，你来家啦？我伫个病房顶面看到王雅婷，我就随想着你啊呢，想袂到真正是你。你是安怎要对付你？因为伊有法，自在就是我亲生后生，伊应该就是这口气吞袂落，所以才安尼。想袂到我要对付的人。 是你的亲生妈妈。你再给我老实交代，你到底对志成做什么代志？是安怎会看起来惨就是昏迷？你想昏迷，我袂来。啊，若无想过，会是叶志成。想我莫替去。你想说，忽然间昏去啊？头前到底对你做出什么代志？志成，我刚才你无代志，你安尼忽然间昏去，真正把我惊死啊！